我了，你们。
算什么？是一家名有名的店啊。
上应该人会很多吧？节假日，而且你看我们后面还有四个车厢的人，他们不一定会多去那边吃啊，说不定早就有点，说不定应该有排点，因为他们会有点便当了。不会吧？那个包车，哎，也到色了，那也叫吃点便当。吃点别的好吃的。消防变没那么强了。对，从一开始进了上来之后比较冷，外面温度变高，越来越热。台风真破，没有。
嘞，追分停车，你掌握我嘞，追分停车，然后来追分。
挂卖车，挂卖车我们再拖上去。
所以选组前组 ATS 标外停车，
所以可以干，所以不怕累。直向缓速，中央停车。龙直线进站，追三挂停车。三分。